去那个底沙路那个植物园了。翻着儿子在世时出游的照片，李南泰的记忆一下子被拉回到了从前。一想到儿子意外过世，他悲从中来。妈，这两天真的变面包给你们吃，不是明天交，妈妈。读着儿子幼时写给自己的字条，李南泰眼泪决了堤。因为年轻时的他为了拼事业没时间陪孩子，这个小本子成了他们父子的最佳联系。校医明天洗，我头痛，所以他讲他头痛，他没有办法洗。在走进慈济之前，李南泰始终走不出丧子之痛。我在他身上呢花了很多精神，很多付出，爸爸我爱你啊，都没有讲到，你这样就是这样一走了之。然而这份对儿子的思念，在参与法譬如水金藏演义后，有了宣泄悲伤的出口。一直以来没有跟他沟通，没有跟他互动，所以他跟我结婚，我有时候都没有耐心。来不及说出的爱已成遗憾，李南泰将这一份对孩子的爱透过积极付出转化成奉献给更多人的无私大爱。所做的功德啊，都回向众生，然后还有我孩子，感恩孩子能够度我来到慈济行菩萨大道。大爱新闻马来西亚报道。